小娘子请留步。对，就你。接下来，辛某的心情就该大好了。怎么院子里来了新姑娘，你们也不帮着辛某推荐推荐？新院首，她不是新来的姑娘。她是不是新来的姑娘？让辛某看看。 才算。好，来，哎，我来兰香院已有些时候了，算不得是新姑娘。你是新院首，可是清明书院星子宴新院首。 你这是让我求之不得呀，那辛某只能辗转反侧了。不错，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辛名子宴，姓院首，正是在下姑娘倒颇有些见识呀。一个教圣贤书之人，怎可做出如此失礼之事？难道说到了兰香院就可以忘了君子的德性，对姑娘们肆意妄为了吗？圣贤书。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，食色。性也。皆乃圣贤所言，何来无礼呀？你问问周围的姑娘，我辛某何时肆意妄为，失过君子之德？只怕是山间野，<笑>不配我辛某联系呵护。山间野花。 庭院牡丹各有风姿，风姿。新院首，你怎会如此狭隘？狭隘！你饱读圣贤之书，怎么都不知道这天地间的妙趣？妙趣，果然是闻名，不如见面啊！哎哎哎，等等，好一张利口啊！你说辛某狭隘，那好，今日辛某就跟你直言相告。 世间万物，我辛某所好也不过那么几样。你只怕说出来，姑娘听也听不懂，见都没见过，岂不尴尬？那不如你说来听听吧，说不定本姑娘我正好有心愿手所好之人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那好啊，你来。 那辛某就告知你我这所好之物。姑娘若是今天拿得出来，我辛某甘当无礼之责，与你鞠躬致歉。若是拿不出来呢？自然任凭客人处置。嗯，都听见了。那好，你听好了。 这天下万物，辛某所好之物如下：不上不下，无根水；不前不后，四季花；又无又轻，人中宝；又软又硬，人人夸。<笑>姑娘，<笑>拿得出来吗？ 不急，啊！新院首如此捉弄你家小狸猫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没有捉弄啊，他要的都是一些平常之物。<笑>那不就是？是什么？真亏你想得出来，可不知道你家那小狸猫要如何应对？他当然能应对。 不然怎么能做本王手中那枚重要的棋子呢？走吧，新院首。嗯，那就请你捎带片刻，姑娘我这就去给你取来。你可别溜了，去院子大，别让新姑娘跑丢了。是啊。嗯。
金院士，金庸茶，这是何物？拿这个来打我，这可不是我想要的。如何不是啊？金院士，你尝了就知道。 此水如此冰冷，还有一股怪味儿。你要跟辛某说清楚，否则那我可真的要肆意妄为了。无根水天上雨水也，不上不下无根水，只未曾落地的雨水。此茶正是以这样的水泡制。四季花四季盛开之花便是海棠，不前不后四季花冬春不取，以秋季海棠入茶。嗯。 又软又硬，人人夸。水是软的，冰是硬的，冰水又软又硬，似海棠花茶。当以冰水冰之，又无又轻人中宝，为什么单单要跳过去啊？你真想知道？啊？当然，讲得出来吗？你试试。我是这么想的。嗯。 金院士，你听听看，对不对吧？人中宝，初出诞生之婴儿也，你可赞同？婴儿嘛，人人心中之宝，赞同。轻者，初始未染世间尘埃者，你可赞同？可做此讲。污者，人之排泄之物也，你可赞同？ 此言何意啊？又污又轻，人中宝，新生婴儿诞生世间，第一泡童子尿液。童子尿，这恶心！难怪。金院士，你可满意啊？ 自诩再世诸葛吧，我们被这小狸猫给捉弄了。哎呀，让他想难为他一下，没想到被他给为难了。你还没明白啊？明白什么？这可是家房司，怎么可能有出生婴儿呢？没有出生婴儿，怎么会有第一泡童子尿？可是尿中却有异味啊。 哦，是吗？会不会？哎，不说你这小狸猫了。妹妹，你怎么能给他喝这种东西？哄他吧，只是放了些西院墙角陈年雨水、欧兰的柴草刨出的水而已。再说你们兰香院哪里有什么新生婴？上哪儿给他找童子尿去？不但心意相通。 这鬼主意一个个的，还真是般配。